经受过严寒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，尝试过人生艰苦的人才懂得生命的可贵。无论命运把你抛在了哪一个地方，你就地展开搜索，做自己力所能及最好的事儿，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方向。永远不要去责怪你人生里的任何人，好的人给你快乐，坏的人给你经历，最差的人给你教训，最好的人给你回忆。经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干净的语言，变小的圈子，自律的生活，独处的时光，积极的工作，最让人舒心。你不一定要逆风翻盘，但请一定要向阳而生，走过暗淡无光的黑夜，才能看到黎明。不用谁施舍阳光，我们自己就是太阳。每一次醒来都是生命的延续，无论生活给予你多少磨难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做好自己。你若